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金廷两局直落战胜西本全泰。首局开局，西本全泰打了一波8-2后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金廷开始追分至15-5后，拉开比分差距，21-18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金廷打了一波6-1后，以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金廷一路保持领先优势，21-19拿下比赛。